伊哩讲今仔日是初一，所以嘛登记，即卖登记享受啊咧。无咱老早享受吼，因为咱有迄啰田炳全先生吼，田炳全博士要来甲咱演讲。我简单介绍田博士伊个经历吼。伊是加州有迄啰有这书个职教吼，啊有一间迄啰邮局叫做十全邮局，伊经营30年，啊即摆已经退休哦。伊毋是干呐迄啰邮啊方面哦，伊有其他足济迄啰伊个迄啰趣味，啊佮真牛个所在吼，伊真牛写文章啊，伊迄啰。听讲伊写几啊十篇诶文章哦，毋知出册也无，你们再拜托伊甲咱解说吼。伊是台美人诶笔会第一任诶会长，即要做创始会，啥物迄落团队要创始拢无简单吼，拢爱真侪迄落 coordination 啊 promotion 工作，啊过严格工作接无别人干了。咱即摆迄啰笔会会长李彦珍吼，伊即摆咪去佚佗。林文正即摆嘛可能伫找人诶款，即真侪字嘛吼。啊，丁先生吼，伊阁是太平洋西部诶创立第一任社长吼，伊即第一任诶拢做侪，迄姚教嘛可能是第一任诶吼。啊，伊是迄啰北医吼，北医诶药学士。啊，捌当去做讲师，做客座教授。啊，迄落北医毕业以后，有去密西西比大学，摕药学的硕士甲博士吼。啊，伊今仔要甲咱讲的题目是叫做趣味的天然成分吼。伊讲要摕几种咱日常食的啦、啉啊、生活有关的天然的成分啊。甲咱分享生命的起源、众生平等的观念，咱来拍鼓来欢迎丁先生。这个我希望讲，这一点外钟，咱也是当遮享受啦，吼、毋是讲干那坐巴士去佚佗享受尔。我本来无要走，我最近一冬去学 wood carving， 够条件吼。所以恁大家会使哩，吼，安尼做者。老人退休吼，真惊讲踮厝呢，吼太太杂杂念吼，所以，我先生我也杂杂念，阿哥啊，会长兼介绍一个，我是我某的第一任。拢有年纪啦，我今仔日要叫伊来，伊就讲：啊，你这个人吼，安尼足爱讲话的吼，伊无爱来遮和我做伙闹剧。所以我拖这个黄秋仁啊，黄素仁，这个嘛是一个天才啊，一个怪才啊，啊，真肯服务啦啊。啊，今仔日来我是叫伊讲，卖搞我翕啦，安尼我讲到。也是笑到较自然吼，啊伊有一个因，伊有一个搭腔吼，伊伫迄落，所以伊就加加票。咱爱甲伊收费无？哈哈哈！你甲收啊，准备三块来。你爷，我老收着才关出来。哈哈哈！我嘛捡一只老鹰吼，较大只，啊较无方便炸啦。迄个我啦有摕到一个乖 remote， 所以吼，哦、大家做参考讲吼，我嘛无想着讲会去吃茶啊吼。拄啊有啊，甲今仔日拄啊11个月。哦。11个月。
我从细汉就是爱讲话啦，教话啦，所以我阿母拢咧讲，言多必失，歹话教子，歹人教言语。啊，今仔日恁谅解我，一只拢随在我讲吼，一个有时。讲话有人听吼，嘛是一种的享受啦，尤其是讲有这个，咱讲低音啦，低音的，我若讲了无讲外好吼，到尾啊我也唱一条歌。我对话哈吼，实在是无讲。真爱化学啦，但是咧考吼，去考游学系，啊游学系加减爱读寡普通化学、生物化学，啊甲有机吼，啊佫读研究所的时，佫爱读高等的有机，啊甚至理论化学吼，所以化学咧安尼一十几档安尼吼。我头壳安尼搞啊，有时我迷茫的时吼，妈呀，你讲迷茫啊，是实验室的世界呐吼。不过化学呢，甲咱人是真密切的，讲起来，咱人是一个真大的 chemical factory， 化学工厂啦，化学工厂这个上简单的就是讲，咱的呼吸，呼吸就是需要 oxygen 啊。好，啊个，咱吸入来是要在空气内底 oxygen 啊，吐出来呢，这是 CO2 啦，carbon dioxide。所以呢，那较早阮咧讲 organic 呢，就是讲有 carbon、有 carbon 的这个成分哦，叫做有机，有机化学品 organic， 这 carbon。所以，那讲要知影另外一个星球是毋是有生物的可能，除了有水以外，有水以外呢？就是，水就是 H2O， 就是爱找看这个卡王有这个存在无？然后迄个存在才有生物还是才有这个生命的现象到即马是还无啦我是安尼坚信讲这个。宇宙内底，咱这个地球是真拄啊好，伫太阳系内底，啊含太阳离迄个拄啊真适当的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啊所以咱这個地球呢，这个水，这个水这个 molecule 呢，咱吸袂掉，地球迄个压，gravity 会将这個水吸掉嘞。本来古早月啊，月亮顶端满有水，但是因为伊体积无够大，所以伊的吸引力无法度将水分来吸的，所以地球月啊呢，全无水啦，啊无水就无生命，啊，咱地球的水为对来？水。落雨的水位对来，太干了，水蒸发，拢为太空来，拢为太空来啦，一点一滴都是为太空来，因为
地球四五十亿年前是火球，啊，一粒大火哪有可能有水？哦，但是伊慢慢啊说，慢慢啊说，啊，愈来愈冷，冷的时呢，啊，太空的水来，啊，怎啊，把地球吸掉咧？譬如讲，扫秋千、卫星，哦，扫秋千呢，每年都有经过地球，哦，啊，讲这个敢那流星安尼，敢那落雨呢，流星雨，迄大部分是拢冰角啊，拢冰角，哦。啊，冰甲虽然讲较细甲个无啊多，咱落来甲涂骹，但是久久啊，你会当看迄个报纸，也是电视咧报吼、哦。有个人伫看电视，伊个里面路安尼落一大角，迄个冰甲安尼落啊，吼、哦。我讲怀疑是毋是位飞机顶，吼、哦，当然。哦，所以太空顶端真侪冰，真侪冰，尤其是扫秋千。所以安尼一点一滴，哦，啊，今仔日咱只有雨水啦，咱只有雨水，哦，啊，有雨水了，有一个温度，哦，啊，就这个有水以后呢，才渐渐有这个生物，哦，有这个生物。最近拢伫流行 organic， 你若买，吼、哦、去 market 买物啊，吼、哦，啊，就讲 organic 有机的啦，吼、哦，哎，啊，这有机的呢，实在是变作一个 slogan， 哦，其实呢，应该是讲 natural， 较好啦，哦，这是讲这天然的，唔是合成的，哦，唔是过咧加工，哦，是。什麼齁 natural 齁，那就是回歸主人啦，齁回歸主人齁，那咱就知影講本來是無這個生物無生齁，啊若有生就會死，就會死，所以我對這個生死呢，這幾冬我看真開齁，啊四五冬前都有朋友邀去參加合唱團，阮太也咪 complain， 因为暗时啊，就留伊一个人到厝呢，啊就真惊，去窗仔门吼，就爱去甲，迄落，啊，逐间厝电话就甲全互关吼，啊，外口的电话也用互关安尼，啊，等我回来了，伊才去困啦，啊，所以对伊讲，我呐一种的 unfair 啦，哦，因为伊唔敢。唔敢去唱，还是讲伊无爱去唱，吼、哦。啊，但我当初呢练的时呢，伊有时嘛想讲，啊，你是咧练啥个？是讲你那迄落吼，你的壮烈要爱歌吼，你练较好咧。啊，录起来吼，啊，只当遐放互大家听。啊，咧，这个我已经做了。两三年前省了卡子，啊，我都在那边省。啊，这个我都也不知我会有活几岁，所以我迄、那个家己的副文哈，写一半。写一半。所以啊，这個。吴先生，伊翕的 video， 我得甲翕进马上用所以有生就死，啊死了，除了是不是有灵魂，这個、我也唔知啦吼、哦。但是我相信讲，咱本身是一个 chemical， 啊、哦、，chemical 甲尾啊呢，一直分解了嘛是回归自然。嘛是变作原来的 starting material， 就是讲，哦，原来这个一粒卵，哦，安尼细一粒啊，安尼爱伫大爱伫大，哦，就是拢吸收这个营养分嘛，哦，所以
圣经讲讲 ，from the dust， 啊、，back to the dust， 啊、为土来，啊，佫倒等于土，所以这对生是无啥物惊吓。啊，当然那在座大部分拢做过工，做过妈，啊，像讲阮林先生，伊一个月前抱孙，欢喜个，所以。安尼，我来点看华晶的车车路内底，伊若讲到孙啊，伊就安尼。伊讲我确实含抱查某囝无共吼，做查某孙。诶，我是有两个查甫孙啦，啊，听讲伊有查某孙吼，我嘛是为了万度。啦，啊，这个，那你讲？这个大自然啊，真简单的就是讲有日时暗时，所以有阴甲阳啦，哦，有阴甲阳，有天斗地啊，有白斗木，安怎都安怎，拢有一个对照啦，哦，这是我读爱因斯坦的理论了才知影，相对论啊。啊！伫化学内底呢，上基本的就是 acid 甲 base 酸，哦，啊甲这个碱，哦哦，啊这个碱性，哦，甲这个碱，啊，所以今仔日呢，我讲义内底，哦，有准备我讲为这个上简单的这个酸，哦，来做比例，啊，只能讲。我找这个，那看喏，伊这个米的醋 ，rice vinegar， 我用这干呐滴水滴啉啦，吼、哦，就讲迄、那个塑胶，迄、那个一卡呐一号的，就莫去用，吼、哦。所以我即马升级啊，我用玻璃的，吼、哦，可能用较久，吼、哦。啊是较重一撮嘛，哦，啊无塑胶呢？对咱生活原来是真有贡献，哦，你若无这个塑胶的时呢，咱真正爱 go back to natural， 哦，这干阿要滴水，哦，我一礼拜外前去 New Mexico， 哦啊，参教授协会，哦，这三十二个大家做伙佚佗，啊去到迄个山的所在。因拢有做这个灰啊，烧迄个pot啊 ，clay pot 啊，真大个哦，真大个，敢若咱即马大火坑呢？啊，迄查某人爱扛到头壳顶悬，安尼行山路，有时啊行一公里、两公里，等于厝里，啊则厝里则有水通用啦。因都无想到讲，即马咱这个 bottle water 啊、哦，遮方便啊、哦。每当呢有差不多一百亿个迄个罐，一百亿个水罐、大细罐，安尼伫全世界伫卖啊，足、哦、方便的塑胶。啊，塑胶来源伫为对为石油啦，主要是为石油。哦、所以石油呢是真有限的天然的资源，实在唔好安尼，遮慷慨安尼个烧到车呢，吼、哦，安尼个烧去，哦，要开车呢，应该有另外的这个，哦，这个 fuel， 这个 energy 来用较好啦，这石油要保留起来做合成，化学合成，哦，安尼人家。生活的品质呢，才挡得住吼。这个有啥物人徛伫遐吼，我袂当活去。哎，这个，卖多少钱？哦，这个是这 speaker。speaker 哦，是嘞，我唔知影。这个，卖多少钱？这是 speaker。speaker 哦，是嘞，我唔知影。哎，都无写嘞，无写讲的是 speaker。
出四方向。那阮某行伫遐，我想我去，伊会甲我讲你创啥？啊，这个错哈，哦，这那话讲也是足长的啦，吼、哦，不讲太简单嘞。哦，最近四五十档，台湾啊、日本啊，哦，嘛是拢在讲认错、认错。我先讲他错他很重要。哦，伫个讲义内底，错生迄是，哦，acetic acid 啊，啊，这错生，你若家己做酒，家己做酒的时，啊酒较久，啊。就放较久，还是讲做了无好，伊就变酸去。哦，啊，迄大部分酸就是醋酸啦。哦，啊你若酒做了较好，伊就是迄个alcohol 就是，哦，有即个 CH3CH2OH， 啊，这是酒精啊酒，啊这醋酸，啊这醋酸。最重要，哦，就1960几的时候，阮咧读生物化学，就知影讲，咱身躯内底真济，像讲 cholesterol 啦，哦，还是即个 steroid hormone， 哦，啊，真济成分呢，拢是为促生两个卡旺，安尼夹起来，哦，夹尾啊，哦，才有咱。咱身躯需要的这成分，哦，这成分，哦，比如讲醋酸，你呐三个夹起来，哦，会当变作葡萄糖 glucose， 个 glucose， 啊，葡萄糖就是咱，哦，差不多所有生物，哦，真需要的，哦，所以可能经。根据这个原理，才讲啊，啉醋袂歹，哦。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醋，哦，等下我来阁讲，吼，讲着，这个醋呢，你若食落时呢，伊会含这个 calcium， 哦 ，magnesium， 伊会夹做伙，哦，夹做伙，哎，夹做伙时呢，入去咱体内。哦，啊，这个矿物质，再个分出来，哦，啊，矿物质伫身躯内底呢，就会含体内咱产生的这个酸性的物质，哦，结合。所以呢，啉醋就是因为醋食落内底变碱性，哦，就是讲伊带来矿物质呢，会当。将体内酸甲做伙，啊才排出去，所以是碱性哦。啊，这碱性的物啊，譬如讲柠檬酸哦，啊顶管哦是啊 citric acid 柠檬酸哦。这个有三个酸呐，三个酸哈，伊会当含两个 calcium 甲做伙。所以我来美国七八年以后，才知影讲啊，美国餐厅哦，迄、那个一杯水的顶端拢挂一块柠檬。嗯。哦，这个习惯咱伫台湾古早无嘛。嗯。哦，啊，尾仔才知影讲，迄、那个柠檬你硬甲掟落，迄时呢，伊会含迄杯水内底的钙。calcium 甲做伙，哦，啊变做即个 citric 啊 calcium 啊 citric calcium 啊，啊即个柠檬酸钙呢，真好吸收啦，咱人真好吸收，真好走入血内底，
安尼是呢，咱体内的这个需要的钙质都有够，都有够。所以，因啊，后壁的人食饭的时候，啊，水拢甲你加些柠檬，就是这个意思啦。让你，让你钙，钙质有够。但是你呐，啉迄瓶装水，还是厝里用这个逆渗透，啊，逆渗透 osmosis 迄款的，诶，过滤的，安尼内底就无卡上啦，差不多无啦，剩20%尔，还是剩10%尔，啊，所以，那身体要健康，愈天然的愈好，你。千万唔好去买迄款大桶的瓶装水来当厝内啉，哦，还是讲迄个款贵乳啊，几啊千块的迄、那个诶比尔特啊啊啊，即、這个贵乳呢，若讲，哦，前几单我有去买迄款啊奥卡奈还是还原水啦，哦。迄款的贵乳，哦，啊，迄是讲肉食伤济的人，哦，迄蛋白质食伤济的人，较需要啉迄款较碱性水啦。啊，若无呢，实在讲，诶，阮买啊，即两三单，阮太太拢将迄 pH 调到7.5，哦，本来是用8，哦，8就较碱性。啊，7.5就普通水道水，7.4、7.5安尼。哦，所以这个，因为你身躯若无够酸的时，啊，你啉迄 alkaline water， 啉了呢，哦，等到会刺激卫生啦，刺激卫生啊，分泌。啊，咱的卫生是啥？咱的卫生是养生啦。养生啊，养生来源呢，就是有这个盐啊。啊，先啊，咱的身躯特别卫生，胃内底头这个养生，养生是足来的。哦，你呐，迄落，你。地板吼，那石头啊，是迄个桌面啊，是石啊，吼，安尼来养生去用卡着，哦，足来侪加。啊，既然有卫生啊，它需要卫生，哦，因为这卫生呢是要来消化，将咱食的物啊吼，来解分解，哦，解分解，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杀菌，哦，要杀菌。所以，咱人啊，是所有地球内底生物上欢来这地球的啦，哦，只差不多几百万单尔。咱看狗遐啦、鸽仔啦，人拢几亿单的啦，哦，几亿单的，所以就较无进步啦，啊，咱较进步，啊，咱较干巧。所以有时来讲，实在讲讲吼，就拢袂烦恼啦。啊，我大学读毕业了，还佫读研究所，啊，还佫无够，还佫去留学。我阿婆讲，啊，看你都翘翘，啊，人大家拢毕业啊，离开学校，啊，你他还佫当帮伊个当面浸的是你创啥啦？伊想讲我含落地吼，特别直接的观众。啊，若要研究牛人研究好啦，牛人研究。啊，现在我的个性无适合做研究。啊，现在我的个性无适合做科学家研究。研究者，哦，我真爱朋友，啊，真好，啊，是我两岁半小二麻痹吼，所以我才袂当讲像咱的酒店吼，
安尼外口有有三鬼的。我嘛是甲恁结婚，我也袂竞选啥物啦，要做会长，拢是无人要做，无人敢做吼。才拄好咱做，咱就甲担起来。所以，这个人吼，总是无十全十美啦。虽然我也有叫阮爸爸把我号做十全，因为我第兵全啦，啊，我第九个啦，吼。啊，听讲若阁加生一个日本天皇吼，就会颁奖状给阮妈妈。所以老九个，可惜迄阵都战争都要结束啊吼。讲物质足欠，无法度阁生。啊，无啦，原子弹若无沉落吼，可能阮妈妈阁生一个。啊，迄个我的小弟啊，小妹就叫十全，我第兵全。啊，这个生吼，所有的这个哺乳类 mammals 啊，母鱼内底拢有生，拢有这个养生啦。用养生来去帮助分解咱食落的食物，啊加杀菌。干阿有一种无这个养生，对一项，恁想看嘛？妈妈，迄种有，干阿一种叫做食蚁兽啦，食高压的。穿山甲哪里啦？吼、哦，迄无养生啦，因为伊安怎，伊体内吼都有这个伊这乙酸 omega 四，因为伊每日拢有伫食高压，所以高压哦，还是你若食芳嘛是。哦，这个蜜啊 ，honey bee， 你若要叮到啊，伊就给你注射这个乙酸 omega 四啊，所以食蚁兽呢，伊内底有的生就是这个 omega 四，就是啊，像讲啊叫甲酸啦，啊这乙酸，啊目的高血压甲胖。伊用这酸是要创啥？当然一方面是要去含人相拍，迄是共定啊，共加。啊，一方面要保护伊家己，要保护伊家己。好、哦，所以这酸呢，虽然这个成分真简单，但是伫这大自然内底吼，就是有伊个作用吼。哦过来，搁一个酸是这个，那个草酸呐、啊，哦 ，oxalic acid， 草酸就是两个，哦，这两个合作伙，啊、哦，这两个酸合作伙，哦，草酸。啊，有时恁会看报纸，杂志哩讲。这个奥沙类，哦，这菠菜啦，白莲菜，哦，内底较济啦，哦，也是真济青菜，你食着安尼，轻口轻口，刷刷的，哦，迄拢真济草酸钙，哦，草酸，所以一贯来讲袂使食上济啦，有个人会结石。普通咱有志是会甲排掉，但是有个人，哦，对这个草酸钙排较慢，排较慢的是伊会结石，哦，伊会结晶出来，哦，所以讲个唔好食上济啦，哦，啊，这个 internet 内底有时你会接到，人伫讲迄个菠菜甲豆腐唔好做伙，哦，其实不一样啦，
这个豆腐里底是这个石膏，一掺石膏、硫酸钙，啊，硫酸钙呢，伊这夹着足硬的啦，啊，你这个奥扎尼克要和硫酸来抢这个卡路性，抢美呀，啊，含这个盐酸都抢美呀。哦，这个盐酸都抢袂了，所以这个真难定。石膏呢，你食落怎啊放出去尔？哦，所以含菠菜含啥物拢无解着啦。啊、哦，所以豆腐汤你放青菜，放龟苓啊菜，来就。啊、哦，大家知哈。哦，这个奥沙利，哦，像细汉，咱去野外，那有迄盐酸啊草，哦，迄山药的，哦，奥沙利，哦，盐酸啊草，迄就是内底伊叶啊有这个草酸啦，啊，盐酸啊草，啊你食一出来无要紧啦，啊，食一个安尼酸酸啊，无啥要紧。安尼，豆豆讲，大家会吸收啦，吼、哦。哦，啊，一点钟后要考试咯。你都无人做笔记哦，吓我还袂记哩哦，现讲现袂记哩。好，这无要紧，这听了内底有一个印象。哦，啊后边人若讲豆汤，哦你莫参与咯，哦你讲无要紧啦，迄个臭蛋讲无要紧啦。啊，即摆过来讲，哎，草酸敢会增加即个肾结石？迄、那个因为肾结石大部分是迄个草酸钙。是，哦，是，对。对，啊，佮只还不是讲吼，所以草酸是不是应该是 single bond 啦吼？应该算是 double bond。哦，对啦，这个爱 single bond 啦，伊这个 oxygen 这是 double bond， 哎，对，哎，是嘞，啊，这个可能有 H 无？哎，好，安尼啦吼，哎，对，多谢，这个。有机结石吼，除了是遗传的以外啦吼，上重要就是讲水啉伤少。比如讲水啉少的人，规身躯拢会结石，包括喙齿。所以爱啉水，吼。哦，确实咧，我较厚话，所以我加啉寡水。啊，若啉水吼，上好吼。最近台湾话滴流行，就是讲你甲五谷咧。哦。五谷。啊，我伫想啦，讲五谷咧含痴呆症、失忆症，它有关系啦。嗯。啊，都日本遐有研究咧，因咧老人会常常叫。这边哈、哦，弄点国粹，啊这边叫你讲卖国，哦啊三当后来看，哎这边拢要足巧的，啊这边，哦哦你这学完这些，你嘛在学起来了，啊我哩甲想啦吼、哦，这个。恶嘴吼，敢那伫讲话啦。你若一个查甫人吼，啊讲我是博士，我是教授，啊我是啥，啊拄着人头壳就安尼吼，啊无人无要含人讲啦，啊人好意敲电话要含你聊天，你就讲有啥物代志，有问题是无？啊就讲若无咱明年再见面。啊，这款呢，你
头脑好，他有啥物内容？哦，所以都会和人互动，哦、互动，咱查某人较搞话，哦，爱去讲问啦，哎呦啊，讲明仔载要落雨透风啦，吼、哦，啊，安怎你衫都加穿一下咯？啊，啥物吼？啥物安尼？讲遐有诶无诶吼？哎、哦欸，当人查某人较长退休咧，啊，咱边仔肯定对袂起哩，吼、哦，毋知影啊。太太吼、哦，就甲伊讲，啊你嘛厉害咯，哦，啊你都昨你家己藏伫倒位，伫迄个桌仔顶啦，你去看，哎，够古意啊嘞。所以这个讲话呢，哦，和外口一个互动，安尼都有帮助。啊你若无要讲话啦，哦，即马较进步的是，若无人的是啥？你即马 Skype 哦。Internet 上嘛是弄会当，弄会当，安尼落去讲话吼。你若无咧讲话吼，恶嘴啦，恶嘴啦。哦，一日安尼，比如讲你啉七八杯水吼，啊，就豆豆啊，恶一嘴嘴，啊，恶了一分钟才吞落。安尼嘴齿也用，啊，头脑也好，啊，变较少啦，哦。你做你做你甘只，好豆腐甲白莲仔菜，我记。所以水温哦真重要啦，哦尤其是婴仔啊甲老人，哦你若水较欠的时呢，就容易中风啦，哦啊心脏较会停去啦，欠水的时。尤其是你有咧食降血压的药啊，也是有迄个利尿剂、利尿剂，吼、哦，也是更加搁爱啉水，吼、哦。啊，搁讲一个酸，就是迄个乳酸呐、啊，牛酸。你牛奶放久会变酸去，啊、哦，啊变酸去，咱就想讲。叛逆啊，甲定掉。其实呢，你搁加烧一下，嘛是会使啉啦。哦，啊，若无做瑜伽，哦，瑜伽嘛是酸诶。哦，啊，这个lactic acid 乳酸，伊诶嘛是讲要保护，就是讲将其他诶菌，哦，改冻掉咧。哦，啊，对。哦，对这个生物来底呢，伊本身嘛是一种保护的性质，啊、哦，所以大自然来底呢，啊、除了头拄啊讲，迄个发干哦变粗，以外呢，这个乳酸菌啊、哦，这个啊，哦 ，bacillus lactic 哦，这个乳酸菌。是大自然真多啦，所以落真侪物啊吼，你拢要落去甲饲，落去甲饲吼，落去甲伊，落去甲伊吸啥，拢咱是要爱让伊迄个乳酸菌会产生，会产生啊，伊个成分就了变化吼啊，因为咱胃肠内底需要这个牛酸菌，这個、乳酸菌胃肠。啊，那囡仔，尤其是现代的 baby 过了伤清气，哦，啊，在单位涂骹胃底，哦，摕着迄个菌的时，伊的胃肠会较歹啦，较会过敏。哦，即卖好命囝真侪过敏。哦，你莫看恁查某孙啊，即卖真古锥。你去讲话，伊若过伤清气啊，哦。诶，过敏就是家己的 immune system 哈、哦，攻击家己的皮肤，攻击家己的关节，哦，就变关节炎，哦，攻击家己的倒位，就真侪怪病出来。哦，啊，我一直认为讲，我的过敏，哦，我鼻啊过敏，哦，已经美国第二冬70来啊，七日就春天就过敏。因为安怎来美国的大学规定讲，家己袂使煮食，
吼，啊，带来多面托咧，啊，去三顿去咖啡里啊食啦，迄咖啡里啊入面吼，哇，拢 stainless， 天气当当，吼，啊，着欢喜当面食。哦，啊，食迄一盘一盘，大家讲啊，这你饲鸡啊，这沙拉啦，哦，啊，高丽菜切幼幼安尼，哦，食。啊，想袂到第二冬春天去外口采标本，哦，安尼品水一直流一直流。啊，尾仔我才想着讲啊，过敏这是富贵病啦，富贵病，哦，咱在座呢。富贵病看起来阁无偌济咧，那第一个富贵病就是肥啦，肥啊，血压悬啊，哦啊心脏啊，啊甲安怎吼，啊甲过敏啦，有诶过敏，迄讲血癌啊、啥物啦，是讲糖尿病，迄是家己诶免疫系统咧攻击咧，攻击遐。好的物啊，是因为安尼，所以食伤清气，哦，因为咱的疫苗是生拢伫肠仔内底，啊，肠仔有迄个杂菌，啊，你若无食杂菌的时呢，伤过清气，咱的这个疫苗系统呢，疫苗细哦，伊想讲啊。伊常常甲你问讲，主人啊，我会当替你创啥？你食物啊，拢足清气诶，包装遐好，啊，转来着讲 microwave 吼，也是搁咧煮过。啊，若料理啊，有一个啥物味，你着甲淡掉。我袂当做你替你做代志，所以若透一阵风，啊，着想着讲，啊，无你拍较呛啦。真歹物啊吼！哦，可以造出来，啊，无流鼻水啦，哦，安尼外口的灰尘都袂入来嘛，安尼，啊，佫无要安怎，要安怎甲你服务，哦，啊无，凊彩，伊就想讲，啊无你这叫你徛遐久啊，啊无，互你上啦，互你上啦，啊，而且就一点一点哦开始红吼，哦，我就爱坐落来吼，啊，甲绕绕的，这就是过敏啦。啊，古早我唔知影讲台湾人爱过敏，吼，咱伫庄卡大汉呢，就毋捌听过敏。第一遍听到就是我的堂哥，搬去台北，啊，住伫迄个第一银行，啊，伊就咧讲，哎，奇怪，我咧搬来台北安尼，定定拍甲呛。哦，啊，来，医生，台医生就来讲啊，你这过敏，啊，我在笑讲，啊，恁台北人实在无路用的，吼，安尼就啊透一风尔，吼，啊，就拍甲呛安尼，我伫家己卖，但是来美国了，开始你啊食一冬，啊，就过敏，哦，啊，恁若无食开始你啊可能过。较侪当只贵宾，加减啦，吼，加减这富贵病，咱来美国这世界上富上贵的国家，吼，所以得富贵病是应该的啦，应该啦，啊，实在遐中东遐极端分子，实在唔免讲。就抓讲予美国人安怎，都敢那些富贵病都教咱，都教咱去承受啊。啊，这富贵病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讲，你还你赚钱啊？我想你。做博士，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咱即卖足侪人有迄 high cholesterol，OK？ 啊，所以对食这个 statin。哎，意见安怎？哦 ，statin 哦 ，Yeah，OK。这个 statin 啊，这我的包包啦哈，包包顶挂的是 ，Crystal，Bibito，Zoco 哈。第一个是 Mebaco 啦 ，Mebaco 是
members tend to be. 哦，啊，这个 Mermako， 迄个 Merck 哦，伊研究出来当然是为天然内底抽出来，哦，可能为细菌哈，细菌内底抽出来，啊，结果含红糟的红糟菌干啦，同样哦，所以十五年前呢，有健康食品公司呢引出迄个红糟哦，咱即卖嘛足流行的哈。用 red rice 啊，红糟，啊伊就宣称讲我来降 cholesterol， 啊 milk 也咪过啦，结果 milk 过输啦，因为迄是天然的嘛，天然的呢，无啥物专利啦，啊，当然伊合成的公司呢，伊就甲你变一个安尼啦，所以这款的拢有专利啊，啊每一个降胆固胆固醇的药啊吼，拢判。几啊十亿啦，你平头做过拢几啊十亿，哦，一味药啊，啊有时一单都一二十亿，哦，啊这个 starting 呢，伊就是将这个畜生吼，要合成这款物啊吼，伊内底有 coenzyme 吼，比如说 HMG coenzyme。即、这个该冻起来，冻起来，卖好个合成，啊，卖好个合成就是咱身体制造的70%，哦，可能是都是咱的肝咧制造，为遐冻起来，啊，冻起来胆固醇就降低，因为做袂出来嘛，哦，除非你，哦，用猪油浇饭嘛，哦，迄个外来的胆固醇。但是迄动起来呢，因为干涉到咱身躯内底几百项的成分，拢做袂出来。所以上严重的就是肌肉酸痛。我隔壁一个老人，吼、哦，有留了心脏问题，啊，医生就讲哦，你可能是要降较低嘞，啊，就食，食三担五担啊，就。人就拢袂得当啊，酸痛，嘿，啊嘛几下我的顾客，我甲伊讲，啊医生安尼，甲你迄啰，无你两日食一粒啦，吼、哦、还是变，啊你的饮食就要调一下吼、哦，因为你迄真重要的合成，甲你冻起来，足侪有作用啦。哦、我现在没在开药票啊，我也没在吃我免送给你的好业朋友比如说在那个有唱是有唱的歌因为有唱他需要专利他才给他赚钱他如果没专利就不让他赚钱是所以专利就一定爱做连做这合成的对吧？对。全厂的伊都无专利对吧？较歹签专利。啊，所以一定爱，伊就一定爱做这啦。这对人就无好用啊。啊，咱是不是应该食天然的？是讲这个pro biotic 吼，来代替这个 statin 是安尼开始。是啦，当然，这是我今仔日演讲上重要，就是讲，咱在美国生活，打拼赚钱，离开大自然，伤过远啦。哦，啊，咱拢相信科技，相信美国医学。哦，想讲，那要紧，做我这，那到时找医生就好啦。哦，啊，医生嘛讲无要紧。哦，你 hamburger 直接食两，哦，卖。啊，这医生，我那时还靠药厂咧。对啊。所以已经是我。我去参加展览秀，干那分一个尔。我人请医生哦，甲因太太挂入关。你不敢叫我来演讲。
博士，你头头讲迄个食饭之前先食水果嘛？啊，这个水果讲限制讲是啥物种的水果？像我会记，我迄阵我阿嬷就拢讲讲吼，迄香蕉都要食饱以后，伊会当缀物件，袂当防地安尼吼。啊，所以就是讲，咱对几项是食饱以后食，对几项食饭之前食。所以，你若讲。食饭之前食水果的吼，迄就是好野人好野国吼，啊，爸食足济个人啦，迄都爱都爱先食这哦，迄款苹果啦、红梨啦、啥物即款草莓啦，哦，还是 kiwi 啦啥，即款啊生较开胃的物啊，哦，啊你去。去迄个 All You Can Eat Buffet， 你才会当甲推出来。是安尼啦，吼、哦。啊，你善食人，食菜，有时一日都干那三碗饭互你食。啊、哦，啊，你今朝甲我食两日，啊，饭都食袂落，安尼哪有困难啦？啊、哦，所以较善食，你着饭后吼，你若要搁有胃则来。吃香蕉啦，我想是这个逻辑啦。哦，啊，在人诶啦，你若胃无遐勇诶，哦，你空腹要食瓜生诶物啊，不舒服嘛。啊，你搁一点，你若要减肥，就是空腹进前，水加啉。啉一桶啊！刚才人过来吼，我一直叫伊啉。但是吃饱，我吃饱就一直的时候，能够继续，你安那动的，安那动的。安那动的，你都低甲放落去。笑了是不是啊？啊，多吃一碗哈。我接着迄个地博士寄来迄个迄张今仔日讲义哦，讲咧可能今仔日咱咧做理论哦，哇，一寡化学的结构弄出来，唔知变哪排水，尤其咱遮迄落年纪遐大吼，要学新的遐基础，可能真困难。啊，无想讲伊有伊的办法，我当然。有一寡物件，阮大家笑啊，安尼真爽快啊。我相信地博需要阁真济物件，巴肚内底还阁足济物件。咱后过再阁请伊讲个，吼，嘿，唔忙讲伊。